吃的甜蜜蜜，蜜汁肉干甜蜜入味，与你的阿娜达一起分享甜蜜化不开。蜜汁肉干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呢？赶快请玉霜姐告诉我们，爱不释手的蜜汁肉干为何会如此回味无穷呢？因为咱的肉干吼，拢是 CAS 的来源呐。啊，每一天早上清晨，拢差不多两三点啊，肉来的时阵吼，一定爱在低温下去处理。啊，最主要是刚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筋、去膜、去骨头，完全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马虎。低温处理、切片之后，底咧负一度 C 之下去真空搅拌做 SPA， 下来用这个米其林六到四的烘烤炉六面炙烧，整个汁都锁住，物件才才好食，才这么 juicy， 这么 Q 弹好吃。哦，谢谢玉霜姐，让小可在这么寒冷的冬天里头吃了蜜汁肉干，充满幸福。